我们现在进一步再来研究，因为体表的能感受到，甚至体内我们感觉得到这些症状都已经讲了，不需要仪器检查。现在讲的这些都不需要仪器检查。那我们谈到体内的异常的时候，就要怎么样？仪器检查。好，我们进一步来谈下面的异常。异常，西医是从古治病，主要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作为诊疗对象。换言之，仪器检查是为了帮助医疗解决疾病，而西医认为异常及组织受损有可能是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而需治疗。因此，为了理清异常与疾病的关系，原始点将异常再细分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，其中异常形态如癌肿瘤、子宫肌瘤、纤维瘤、肠息肉、脾肿大、肾萎缩、脑萎缩、肝硬化、肺纤维化、心血管堵塞、脑梗塞、白内障、骨刺、骨头坏死、关节变形、脊椎侧弯、椎间盘突出、宿便、结石、寄生虫。异常指数如异常的血压、血糖、血脂、尿酸、癌指数、肝指数、肾指数、胆固醇。在临床上，通过仪器检查发现异常，往往需忍饥挨饿空腹进行，甚至还需忍受像麻醉剂、内视镜、放射线、抽脊髓、抽血、穿刺、切片所带来的不适与风险。殊不知付出这么多代价，查出的异常不仅不是疾病之因、体伤及热能不足，也不是疾病本身症的不适感、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，与状的组织受损，故异常不可作为主要诊疗对象。好，这一段直接就对西医的仪器检查把它说清楚，也做了什么，做了结论。他们把这些检查出来的啊，包括组织受损，组织受损当然是疾病，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毫无疑问，这个还有一点道理。但到了异常的异常指数还有异常形态，这两者我们列的通通是属什么？衰老。因为它既非疾病之因，也非疾病本身症的不适感、功能混乱与体力虚弱，还有状的组织受损，所以它都不是。它既然不是体伤跟热能不足的因，也不是这些疾病本身，那我们说嘛，老跟病很简单，你只要排除疾病，那这些剩下的就是衰老。那衰老西医一开始就已经认定了，他们仪器检查是为了解决衰老还是解决疾病？其实他们是定义是在疾病啊，所以检查出来他才说啊，这个高血压是疾病本身，所以要吃药，对不对？那高血压是因为你头痛，所以要是因高血压引起，所以也要吃药。所以他一开始的设定，医疗就是为了解决怎么样疾病本身或疾病之因而做的，他不是为衰老。那很显然，如果体内的有老跟病，他们已经在他们刚开始要达到的目的，还有真正检查出来的这样的治疗，已经都彼此之间有矛盾产生了，这是他们的问题。那好，组织受损我这里就不谈，因为我们这里的标题是什么？异常。所以既然异常把它说清楚了，那这样检查出来的异常还能作为主要的诊疗对象了吗？当然不行啊。于是如果是解决疾病，那疾病具体发生在身上就是症状嘛，那如果不是症状，那人身体好好的没有病的状况，那就是健康嘛。
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啊，几千年来就是这样，好，所以这里已经很清楚的把它界定，那也因为界定了异常跟疾病的关系，前面上一段已经厘清，这里很显然来看，看到这个异常，然后我们进一步厘清，就知道它能不能作为主要诊疗对象，这里就已经把它打破了，这个是否定。哇，这个对西医他们可能还好，今天有没有西医来听我们上？他们来情何以堪哦！但事实上就是这样，我已经说了，他们能检查的影像只有异常形态或组织受阻，但是他们看得到症吗？症是不能看出来，有些症的不适感要患者怎么样表达？那你体力虚弱或面无光泽，你从影像看出你面无光泽吗？那根本不可能。你手在抖发抖的时候，你那个影像看得出你在正在很怕冷吗？看不出来的。所以正是不可能用仪器看出来的。所以你就知道它那个影像能显现的，或数据抽血能显现的，其实它是很有限的。那用眼睛看，还有听患者的叙述，那个是广泛的信息啊，这反而可以掌握全部的症状，才可以从果推因啊，了解他体质的体相的状况，或是热能不足的情况。反而，所以你们现在这样来看，人家说中医不科学，仪器的是科学。你们现在在看，真正实际在应用，恰恰相反。我们能看到的，他仪器未必看得到；我们能听到的，仪器听不到。然后他用一开始就这样设定，以仪器为主宰的时候，就已经注定老病不分了。那把异常当为主要诊疗对象的时候，已经变成一个旁人走道去，走到旁边的路去，这有一点可惜。毕竟还是几千年的中医的根还扎得比较深一点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应该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异常，我最后的结论既然是这样，紧接着下来。全部围绕这一个主题展开来谈，因为我这里已经说，异常不可作为主要诊疗对象。那你光这几句话，人家会服吗？他不服，我就讲到我们是讲道理的，原始点不生气了，我们就心平气和跟他把他这些道理说清楚、讲明白。好，那我们来展开来看，为什么是这样？现今医学的一大误区就是错认果，将衰老的异常当成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，而使病人变多。其实衰老的异常与疾病的症状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，所以是果而非因。如果将异常当成疾病之因，就会犯了两种错误。首先是疑症多因的错，即认为一种病症可由多种异常所致，比如痛症可由肿瘤、骨刺、椎间盘突出、关节变形、结石、宿便、高尿酸、高血糖等引起，但原始点经临床实证确认，所有病症皆由体伤直接导致，即体伤这一种因可导致多种病症之果，例如头部体伤可导致头痛、眼干、鼻塞、耳鸣、牙痛、面麻等所有头面部病症，也就是一因多症而非一症多因。再说一症多因亦即一果多因，也与理不通。正如一个母亲因可生出很多孩子果，而一个孩子果不可能有很多生身母亲因。
所以认为一种病症可由多种异常所致的一症多因，本质上是导果为因，是不能成立的。其次是果生果的错，即认为一种异常可导致多种症状，比如肝硬化可导致腹水食不下，肺纤维化可导致咳嗽气喘，糖尿病可导致皮肤溃烂眼睛瞎，高血压可导致头晕脑中风，椎间盘突出可导致腰痛腿痛，肠息肉可导致腹胀便秘，癌肿瘤可导致倦怠暴瘦疼痛甚至死亡。但异常与症状可由不同体伤所致，且两者皆属果，其间并无因果关系。这道理就像症痛不生状肿，状肿不生症痛一样，所以果是不可能生果的。再者，异常属衰老，症状属疾病，要是不一样的果都可以果生果的话，那么树上的苹果也可以生出香蕉葡萄来。因此认为一种异常可导致各种症状，即一种果可生出多种果的果生果观点，本质上也是导果为因，不能成立。好，其实我们说的身体的变化不外就是老跟病，那病就是症状，老就是异常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你所有造出来的不就是这些吗？不是老就是病嘛。那老跟病前面第一段已经讲很清楚，如果我说第一段 读完马上就悟出来了，那第一等高手，我下面都不用讲了、哦、这很显然嘛，它绝对是果不是因嘛。那会造成人的生老病死的因是在哪里？体香跟热能不足，就在这样的变化中，只要有体香跟热能不足，不是走向病就是走向老，然后慢慢走向死亡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它的因就是，所以这些老跟病都是果嘛。那异常更是这样，异常前面已经讲，所以第一个已经指出了是果而非因。那如果你还执迷不悟，还一直说这是疾病之因，那我就说了，一定会产生两种错误。一个是什么错呢？一症多因的错。哪有一个症状背后有那么多的原因呢？一个痛症有可能是肠阻塞，有可能是癌肿瘤压迫，也可能尿酸高，有可能一大堆。想一想，怎么有可能？我们是怎么样一个病症？一定有一个因，对不对？因很明显的，只要找到就好。而这个因呢，它事实上可以导致一个范围的很多的症出现。所以原始点是怎么样？一因多症，它刚好相反，是一症多因，把很简单的治病关系变成搞什么样复杂了。你只要有病，根本不用检查，马上一看，哦，痛，我们前面已经讲了症状，痛多属他处体伤，你马上知道，哦，听完大概按哪里，他就会好，心里已经有个底了，就是这么快。那还要检查吗？那当然不用检查，你检查出来应该已经不合逻辑，因为检查不就是老跟病吗？那如果是病的话，症状有时候从体表就可以推了。也不需要检查。好，那你即便检查出来，如果组织受损，当然可以处理，但处理的方式，原始点也有。如果不管体表或体内的组织受损，原始点用什么方法？重用内外热源嘛，然后配合安推换术，这些都可以解决的，也没什么问题。原始点早就有办法。哦，何况是异常，那跟疾病又无关。那如果你说它绝对是疾病之一，那第一个就犯了一症多因的问题，逻辑上是不通的啦。没有说一个果背后有那么多的因啊，这个从因果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。
等于一果多因啊，一个果，一个孩子怎么背后有那么多的母亲？一个孩子不可能啊，他只有一个母亲啊，不可能你背后有那么多母亲，这个反而符合原始点。你这里只有一个母亲，不可能有那么多母亲，所以这他会犯一阵多因，这个绝对是不合逻辑的，也就是一阵多因又称一果多因。好，第二个犯的错是什么？果生果，比他们很确定的就是果了，你怎么说这一个果还会生其他？也就是这些作或是异常的形态，竟然会生出其他的病症来？那我们前面已经有讲了，症与状之间彼此之间怎么样？没有因果关系，这里前面都已经逻辑叙述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就像症不生状，状不生症一样，彼此之间没有因果关系。那前面已经这样论述，后面他再来说，哎，这个异常形态的变化会导致症的产生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样了解吗？或产生状，那状也是果生果，也不能不可能产生的。那很显然又犯了这一个逻辑性的问题。那前面在症状已经说清楚了，这个事实上就不需要再谈。那如果真的还能说，还要继续批判它，那就是从因果的角度再来批一下。因为异常多属幻术体相没，对吧？那症多属他数体相，彼此之间没有因果关系，而且异常是属老，对吧？那症或状是属病，彼此之间根本是 不相干的，老不生病，病也不生老，这彼此之间没有因果关系，他们两者都是由体相跟热能不足引起的嘛。那如果不同的果都能生的话，所以我就用比喻了，树上的苹果也可以生出香蕉葡萄来。其实苹果已经不能生出苹果了，何况生出香蕉葡萄，是这样的道理。所以这一听也就是他犯了两个错，如果说是疾病之一，那一阵多一的错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果生果的错。好，这个都就是这一段，把我们现在批的每一点都当作我们的证据哦，也就是你们同意了，我才继续下去哦。这个同意吧？好，那同意了，这样的检查会导致什么样呢？如果你想仪器检查的时候，你任何的病，你只要身体有任何的讯号出现，你都会喘喘不安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每一件你都会想去检查，啊，检查出来的后背后又有，它都不是检查疾病之一。我说的，它检查出来通通是什么果？第一段也讲得很清楚，所有你不管说它是病情、病名、病因，通通是从果的特征去描述，都语音无色。哦，这第一段也讲得很清楚。好，所以如果听懂到这里已经知道，那这样的检查对我们是多余的。如果从原始点或中医的角度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第一段、第二段也特别强调，症状是不需要仪器检查的。好，那第三段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。正因为异常不是疾病之因，所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不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，这就是常见身体有病，检查却正常；身体无病，检查却异常。再者，异常也不是疾病本身。举例来说，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，身体衰老败坏程度各个不同，即使同属一个年龄层，仍会有个体的差异。这些差异无论如何努力改善，有些仍会超出正常标准而被视为异常。但异常既不是症的不适感、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，也不是状的组织受损、故属衰老。然而仪器检查是为了帮助医疗解决疾病而非衰老，可见诊断与治疗之间的矛盾。
明了此理，医疗治病就应想方设法去解除人体的症状，而不是去追求仪器检查的所谓人为正常标准。好，这一段继续在从前面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，前面是说理，这里再提出临床上，我们如果有症状常常去检查，西医检查出来却说你全部正常，对不对？那你身体好好的去检查，竟然跟你讲你长一颗肿瘤，你可能这几天就会挂掉，有没有可能？也都有，未来就是由他们去说，那等于你的生命怎么样，常常是掌握在别人的说法上。那这个也最主要是表达一件什么事呢？检查跟实际的情形常常怎么样背离，有出入的。那临床上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，那怎么医学会有这样的背离，这样的出入这么大，但他还能说服我们呢？那民众真的被说服了，所以我这里就真的很无言了，只能这样说。要不然你这已经看得再清楚不过，从理上也说不通，从事项上也几乎可以把它理清了，那绝对不是疾病之一。那到底是不是疾病本身，这里再进一步说，它既非症也非状，对吧？那当然就不是疾病了。你要排除老跟病，你只要把它确定它不是症跟状，那就几乎可以就是说这样身体的变化就是衰老。那很显然它是衰老，但矛盾的是西医做了那么多的检查，它不是要解决衰老，它是为了解决什么疾病啊？那这样道理已经再清楚不过了。人应该要追求的是解决疾病，解决你身体的症状，不是为了让那个异常指数啊或异常型来恢复到正常，不是玩这个的，那个就等于又变成超出医疗治病的范畴。所以也只能这样，如果你们读下来读到这里，已经把异常都说清楚。那西医为什么会把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看症状我现在念一念，其实症状怎么治疗还有怎么分类你们几乎都清楚了，原来医学就这么简单。如果聪明的你们应该其实已经听完中医的五六年的课了。好，那西医的方面它的检查的功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弥补，也道清楚，但西医就是有办法把大家说服。那这样说服的结果，你生病了你会紧张，你会想检查，检查出来你就只好任由摆布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你检查出来高血压就好，西医会叫你怎么样？要治疗。虽然你没有症状，但没有症状他会跟你讲这就是疾病本身，因为他叫你说服你有两个，这是疾病之一。比如说你头痛啊，他就说哦，你这个高血压是因为导致头痛哦，所以你当然要治高血压。但没有头痛，那高血压也要治疗，要不然它会导致什么脑中风。那反正说来说去就是要治疗。你一开始你进去，他大概就是有办法说服你，让你吃继续吃药或是做一些手术，就是这样。那这些高血压或糖尿病的异常指数，是不是会导致症状？不会，确定。我后面还会继续谈。那既然不会，你竟然吃了一辈子的药，但西医也告诉你，吃了我的药，你这些异常指数是不可能好的，我只是控制你而已。就像天气热，温度计高了，那你吃我的高血压药，就像冰块把它稍微温度计冰敷一下，它温度就降下。你看，哦，我帮你处理好，但外面的环境的温度有没有变？完全没变。啊，冰块融化了，不见了，温度计又高起来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明天进来，我再冰块给你。哎，温度计又降下来，哎，又正常的室温了。哇，你们好高兴啊！他每一天玩到什么时候？玩到快乐到那个量就没有了，那以后就不用用冰块了。
是用这样的比喻。那高血压、糖尿病何尝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接着，这很明显，他们的诊断跟治疗，显然跟原始点跟中医是什么样？太大的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，诊疗的角度，继续说清楚、讲明白。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说嘛，仪器检查，检查出来的就是当为诊断与治疗的主要依据啊，主要对象。那这个不说清楚怎么行呢？这是一个最关键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紧接着追着问题，绝对不逃离这个问题，继续说下去，把它完全说透。我们来看下一段。在诊疗上，西医与原始点的不同尤其明显。比如患者视力减退，西医会先用仪器检查，最后若认为是白内障阻碍眼睛的运作功能，再由眼睛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导致视力减退，西医就会采用手术直接从果解症治疗白内障。原始点则完全不需仪器检查，直接从阴按推头部原始痛点，若有改善，此视力减退属他处体伤所致，可配合外热源温敷原始痛点，以加强其解症效力。若无改善，则此视力减退属患处体伤所致，可用温姜汤清洗眼睛，以改善热能不足，自我疗愈病症。由此可见，西医是以仪器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，故从果治病，不仅需要仪器检查，还要治疗异常。原始点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，故从因治病，既不需仪器检查，也不用处理异常，此为两者最大的差异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平心静气，再把两个医学来做一个比对，他们在诊疗上的不同，一个是以症状为主，一个是以仪器检查为主。那这两个会产生什么？其实举白内障是最大家最容易想见的，白内障在我看法也是异常形态。那异常形态是果还是因？果嘛，因为如果说眼睛看不见，它是因，那因应该是体香跟热能不足嘛。原始点认为视力减退一定是它的因，不外就是体香跟热能不足嘛。所以从原始点一定先按推嘛，到底是他处还是患处嘛？我们前面有讲，他处按推再温敷就可以解决了。如果按推有效，而按推没有效属患处，那就怎么样？患处体伤应该怎么解决？重用内外热，就直接把热源送到患处体伤的位置，那就是姜汤洗眼嘛，是不是？直接洗，那可不可以按推？可以，按哪里？眼睛哦，你们那么猛，眼睛张开揉眼睛哦，还是怎么揉？眼睛闭起来是吗？揉眼皮是吗？可不可以这样做？那位可以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本班反应力很强啊，真的，不错，可以呀、啊，怎么不可以呢？温敷，然后顺便揉眼睛，闭起来揉眼睛，揉患处啊。那揉患处的作用是要把视力揉到好吗？它的作用是什么？哦，让热源吸收的更快，对不对？让循环变好。吸收热源来达到修复体伤嘛。对啊，你们已经慢慢了解，从早上讲到的都在讲这一个概念。那西医呢，其实眼睛也没有坏，它就是被遮住啊，遮住这个是果啊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那他们从果解症就处理这个异常，你眼睛就看到。所以为什么我说它是从果解症而非怎么样从因解症？那从果解症，你如果不从体香跟热能不足，你就是必须要借助仪器，因为白内障不一定都会影响视力，它如果没有遮住我们的眼睛视力，你即便长一些有没有关系？
没有关系，除非遮到了才有关系。那遮到，好，他们这时候已经算是怎么样？这个白面异常形态已经影响到幻柱体箱的运作，然后再由幻柱体箱导致眼睛看不清楚，所以真正的因还是幻柱体箱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那果它那个异常形态还是果，果影响幻柱体箱，再由幻柱体箱影响眼睛视力，导致这个视力减退的病症。这样我讲你们理解吧？所以不可能它是因，因就直接导致那个部分就减裂了这一部分，要不然他的眼睛也没有用其他，他眼睛本来就是明亮，只是被一层膜隔住，把那一层膜拿掉，他眼睛就看。但是虽然两个都是一样，但是原始点不需要仪器，也不需要手术刀，安不安全？非常安全。但你别看白内障手术都是安全的，有些还是会有怎么样后遗症哦。开完有些会成功，但有没有失败？我也听过失败。好，那这个就已经看出两者的怎么样处理方式已经开始不同。我第一段我就是说他们两者是不同。那这样来做一个结论，就两个这么大的区域，那原始点重因治病要不要仪器检查？要不要处理异常？通通不用，这样就可以解决。那从果治病要不要仪器检查？要不要？要，一定要。从果治病一定仪器检查，而且要不要治疗异常？而且还要治疗异常。啊，这就是来他这就是他们的理论基础。好，那我们慢慢把大家拉到这一个聚焦，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谈法。此外，西医认为异常有可能是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而需治疗，但异常既非疾病之因也非疾病本身，因此不可作为主要诊疗对象。只有当其中异常形态，以白内障为例的果，已造成幻处体伤，阻碍眼睛功能的因，再由幻处体伤眼睛功能受阻的因导致病症视力减退的果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西医才能从果解症治疗此异常形态白内障。由此可知，果虽然可以影响因，但只有因才能生果，果是不可能生果的。此意味着只要因改善了，果也能够因此获得改善，这就是从因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，虽然不治疗体内的异常，但也能够因此改善体内异常的原因。好，这里进一步再叙述，也就是这些异常形态虽然不需要处理，但是一个情况要处理，它已经怎么样造成幻柱体相，然后由幻柱体相导致病症的时候，这时候西医处理异常，我认为这个说得过去。这个条件下我们是同意的，我这样讲你们听懂吗？好，那异常形态白内障是由什么引起的？还是体相跟热能不足嘛？那这样说来，我们又从体相跟热能不足去处理异常形态，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解决？有嘛，就像肿瘤我们这样按推也是有嘛，那这个白内障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处理嘛，从幻柱下还是可以解决它嘛，那解决它了视力就恢复了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做到。所以原始点虽然没有说要处理体内的异常，因为我们看不到，我原始点是以症状观察症状，然后听患者的叙述。好，那如果看得到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处理，一样做得出来。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体内哪怕有什么异常形态，甚至扩而再大一点来讲，扩大来讲，组织受损当然也是这样可以修复，一样意思。好，这两者的不同，也就是西医跟原始点的不同，我已经把它说清楚，这样说是不是能够说服大家？
我认为很难，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哦，以我的对大家的了解，一般民众被西医的脑袋已经洗得非常干净。光这一段，我认为力道稍显薄弱，所以下一段我紧追着这个主题不放，进一步再来论述两者之间的诊疗，最他们之间的不同，再深入分析，把它一次说清楚、讲明白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再从诊疗的角度深入分析，有生命必有疾病与衰老，而生病与否及老病区别，则取决于症状之有无。由于原始点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，而症状可感可见，所以通过观察症状，按推原始痛点及外内热源，就可从果推因，从因治病，以达到解除症状及延缓衰老的目的。西医从果治病，却舍近求远，化简为繁，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作为主要诊疗对象。举头痛为例，当被检查出恶性脑瘤，西医就会以治疗脑瘤为主，但恶性脑瘤既非疾病本身症的不适感、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与状的组织受损，所以检查出恶性脑瘤跟判断生病与否无关，也非疾病之因体伤及热能不足，所以治疗恶性脑瘤也与从因解除头痛病症无涉，故恶性脑瘤不可作为主要诊疗对象。好，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是说西医的检查不能作为主要诊疗对象，这里已经怎么样摊牌了啦，简单讲就是把它说开了。那我们这里讲中医为什么中医也好，原始点也好，它是以症状为主。那症状有可以判断健康与否啊，还可以判别怎么样老病的区别啊，它不会搞混的，不会把老当作病在医，是很清楚的。好，那又可以从果推因，从因治病，来达到处理衰老还有解决疾病，它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，方便的很啊。但我想不透的就是西医却怎么样这么好，这么快又方便的诊断方法他不用，他却用仪器，也就是舍近求远了，化简为繁。说到这里，用这两个词已经有一点怎么样，有一点埋怨了，为什么这么简单，民众也不用花大钱，然后就可以处理了，为什么还要绕一大圈呢？然后这样处理真的他以仪器检查作为主要诊疗对象，真的能解决我们吗？我们一定是有病才去找他嘛，对不对？大部分是这样，除非你是健康检查，然后他说你脑瘤，那他也要叫你处理。那如果我们有头痛，现在是举头痛为例，你头痛你去西医检查，很不幸你中奖了，检查出恶性脑瘤了，西医还会不会治疗你的头痛？不会，因为这大家都有经验，他一定跟你这样讲，你最重要的应该不是头痛的问题，你头痛是因为你有脑瘤引起的，所以你要解决你的头痛一定要处理怎么样，先处理怎么样脑瘤嘛，他几乎都是也就检查出来，你如果没有疾病健康检查他也说你这个是疾病，如果你有头痛他就改口说这是造成头痛的原因。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是说他把检查出来当作疾病的原因，也可以当作疾病本身而需治疗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样来你本来是头痛，结果越玩越大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的结论很简单，因为它既非症的，既非症也非状，那很显然嘛，
它是属衰的，所以你检查出恶性脑瘤跟生病与否有没有关？没有啦，你检查恶性脑瘤，你还是属健康的啦，只是你局部有衰老，可不可以治疗？当然可以，用原始点保养就好了，用原始点保健的方法就可以啦，不要玩那么大的，啊，玩大的有时候你们玩不起啊，我怕你们玩不起，真的，啊，好，那所以很显然嘛，检查出来你们不要想那么悲观嘛，但是。经过医学跟你们这样讲，哎呀，你那个脑瘤如果再不处理，会很快转移，要不然就会那个了，你们就吓坏了。所以没事就找一件事来做，哦，这个可能得不偿失。好，那再来，如果他认为是疾病之一也不对，你说他导致头痛，你真的处理脑瘤，他常常头痛还是更痛，还在，因为。症与状之间没有怎么样因果关系呀，啊，他们根本是由不同体相所致的，所以你即便处理脑瘤，从理上来推，跟头痛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，唯一一个有关的就是它太大，已经造成患处体相，由患处体相导致头痛，这时候才有效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效，对吧？而一般的情况是无效的。等于你在处理完，你的头痛还是在，那还是要吃止痛剂，他还是会给你止痛剂。好，那等于你这个诊断，很显然来看，你的诊断说是疾，这个是恶性脑瘤是疾病，好像也不对，啊，从因解症也不对，那因也不对，疾病本身也不对，那可以就否定，这个与疾病怎么样无关？那不，既然无关，就不能作为主要的怎么样？诊疗对象已经再清楚不过，所以最后我们这样再把这种例子再举例出来，已经足以说明，这样足以说服各位了吗？我认为还不够，因为到这里来，我认为已经是两个医学的碰撞，已经到了短兵相接，不能手软了，要么就把它一次倒进，我觉得。不要说一半，让你们回去还有想象空间，所以再换个角度来把它再说清楚，讲明白一下。